阿僧祇劫是什么意思？我们也略说一说。阿僧祇，无量、无边，皆算数名。这是古印度数目字的单位，就像我们中国这个数字，有个、有十、有百、有千、有万，有亿、有兆，我们中国有这么多的名词，都是数目字的单位名词，印度也是的，印度称阿僧祇，称无量，称无边。那么这个地方讲的是无量寿，一个无量是阿僧祇一个阿僧祇，不要说多了，就算一个无量吧。那我们在大乘经上常常念的，菩萨修行成佛需要多少时间呢？三个阿僧祇劫，我们称为三大阿僧祇劫。如果他的寿命是一个无量的话，他有阿僧祇个阿僧祇的寿命，三个阿僧祇算什么呢？肯定成佛吗？一生成佛吗？不要等到第二生吗？又何况无量寿不是一个无量啊，无量个无量啊，无量个无量是一个无边了。这其他的都不必说了，你就单单想到这个。我们想到两桩事情。第一个，佛的寿命长久，我们跟到佛一定会成佛。因为成佛呢，充其量不过三大阿僧祇劫吧。你的寿命是阿僧祇个阿僧祇，三个阿僧祇，这太容易了。好像人活着寿命有100岁。现在学这个功课要多少时间呢？3天嘛。100岁的寿命，那3天算什么呢？这是一个喜讯。第二个喜讯呢，佛住世长，教化众生的时间长久，所以有久度不息之功，稀有难逢啊。我们要珍惜这个因缘，读遍大藏经，一切诸佛刹土没这个事啊。所以设方诸佛看到释迦牟尼佛对大众介绍这个法门，设方诸佛都来做证明这经云成佛于来于今世界。记住前面讲过，阿弥陀佛的寿命是无量寿无量是阿僧祇个阿僧祇的劫数真的是无量无边呢。那么他现在才成佛10劫，换一句话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才开张没几天呢。现在说法了，时真未央呢，才开头啊。普劝30众生俗求往生，同佛受命一生成伴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事实真相，现在一心一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将来在西方极乐世界是元老啊。这个世界成立10劫我来的这个世界的存在是无量劫你这10劫的时候你就来了，所以在极乐世界将来都是元老级的千万不能疏忽不要以为我这一生去不了没关系，我已经跟阿弥陀佛结了缘了来生来世缘成熟的时候我再去，这个来生来世说不定又经过多少劫了。
这个法门不常遇到，人生不常得到，啊，得人生难，所以我们现在自己要细心去思维，我来生能不能得人生？你先想这个，啊，不要想别的。来生能不能得人生？来生要不能得人生，那就完了。那到哪一劫去呢？难说了。啊，得人生要五戒，要十善，中品的十善业道。啊，五戒加上中品的十善业，你才能得人生。如果我们想想看，把这个五戒跟十善打打分数，要是不及格，人生就得不到了。人生得不到的时候，三途去了。三途时间长啊，阿鼻地狱是无量劫，不得了啊，非常可怕了。那么你下一次再遇到这个法门，可能真的差很远很远了，啊，真的会变成无量劫之后啊，你才能够往生。那现在往生在十劫，不能比啊，啊，还是现在争取好，万缘放下，一心念佛。